原标题：每逢端午，伍子胥和屈原必有一争。端午节了，你吃粽子了吗？和豆腐脑、汤圆一样，在端午要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仍旧会惯例的掀起一阵血雨腥风。舌尖上的端午节，不管甜粽咸粽，只要美味都是好粽。端午节吃粽子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但除了吃粽子，你对端午又了解多少呢？跟着团团一起来看下面这段精彩视频。历史中的端午节，端午感姓文天祥，当年中穴堕禅波，千古惊人记汨罗，风雨天涯芳草梦，江山如此故都河。大话西游之端午，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关于端午节的来历，最常见的有三种说法。沐浴荼毒，古人五月采摘兰草盛行，尤以兰草汤沐浴荼毒之俗。大代礼记夏小正中记载，五月煮梅为豆时，也蓄兰为沐浴也。驱鬼避疫论衡风俗通中提出，五月五日为恶日，人们要带着天叉菖蒲艾叶以驱鬼，熏苍竹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追念先人。这个说法中，人们最熟悉莫过于屈原和伍子胥的故事。传说楚国政治家屈原约公元前340或339年前278年，在秦国大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后，带着对家国沦陷的绝望，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那些怀念屈原忠诚爱国精神的乡亲们，为了不让蛟龙吃掉屈原的遗体，纷纷把粽子咸的抛入江中。一位老医生还拿来一坛雄黄酒倒入江中，希望能药晕鱼龙，保护屈原。到了现代，因为崇高的爱国情怀，屈原还被联合国确认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伍子胥公元前559年公元前484年的传说比屈原还要早200多年。相传吴国大夫伍子胥因洞悉越国卧薪尝胆的威胁，多次劝谏吴王夫差提防越王勾践，奈何夫差并不听劝。在夫差急于进屠中原，率大军进攻齐国之时，伍子胥再度劝谏夫差暂不攻齐而先灭越，遭拒。之后夫差又听信伍子胥阴谋以托齐国反吴的谗函，派人送一上把宝剑，令伍子胥自杀。自杀前，伍子胥愤恨地说道：我死后，请将我的眼睛挖出置于东门之上，我要看着越国军队入城灭吴。夫差听说后勃然大怒，命令把伍子胥的尸体在五月五日投入河中。在伍子胥死后九年，吴国为越国偷袭所灭。当时的群众因为爱戴伍子胥的贤名，争相祭奠，尊其为涛神。不论端午源于哪种说法，对我们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对传统节日以及先人留下的宝贵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作为流传千年的节日，端午节在不同时期也被赋予了不同的节日内涵。端午习俗在古代，人们挂菖蒲、熏苍竹、喝雄黄酒，是去邪祟、攘灾疫，祈求福寿绵延；而在龙舟、烧纸钱、敬屈子，则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国泰民安；而在龙舟、烧纸钱、敬屈子，则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国泰民安。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2006年5月，国务院将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龙舟竞渡，粽叶飘香，胸佩香囊，插艾曲杖，端午节的每个元素都让人体会文化的沉淀与传承。今天是端午节，和家人一起享受这属于你们的团圆吧。内容来源：共青团中央浦东，我们关注 ID。
YOUNGPD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